抓住了，绳子抓住了，往下松。刚开始可能养1000条的，这两年可能就养了3000条、4000条了。正好是五斤啊！对对对，哎呀，打酱得打了多少年了？这快10年了。我给您配一下，这20多种东西。华夏赶完了这个皮儿啊，就像一朵花儿。幸福是靠自己努力拼搏出来的。这里是北京的一家老粮店，成立于1982年，也是北京唯一一家国营粮店。实际上，在2005年，这家老粮店已经关张了，在2007年又重新开张。当时许多老顾客都很担心，不知道粮店还能坚持多久。然而，15年过去了，粮店不仅一直经营到现在，而且生意还特别红火。如今，它还成了北京一个炙手可热的网红粮店。那么，这家粮店经久不衰的秘密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去探一探。阿姨，您是今天准备买点什么呀？买28酱。买28酱，是经常来这儿买吗？吃完就买呗。您是自己带的工具是吧？对，我自己带的。嚯，我看看，来给我个镜头。看一下。这。大罐小罐好几瓶，这是您自己买吗？还给朋友顺道烧了？就是我们家是因为喜欢吃香油，然后喜欢吃麻酱。是买什么28酱还是什么酱？28酱，也是28酱。多少年在这儿买酱啊？这几20多年了。20多年一直都在他们家买酱。对，您觉得这20多年这口味有没有什么变化吗？没有，挺好，一直挺好。唯一的一样就是排队，就是排队人越来越多是吧？成成成。28酱是用2分芝麻和8分的花生磨成的混合酱，是老粮店的网红产品之一。现在不光是周边的居民，大爷大妈爱逛这里，还有很多年轻人慕名而来。他们用一种新的方式去解读这种传统老粮店的风格。你好，你好，你好，你是在这干什么呀？这是在拍视频，就是在那个短视频平台上面带货。专门是在这个老粮店。对哦，一般都会带些什么东西啊？还是28酱卖的。28酱是吧？这已经成了网红产品了是吧？对对对，你一般店里的主打产品。你一般多长时间来一回啊？一周的话2到3次。一般做短视频平台，大家一般会搞笑段子或带一些网红潮的产品。那为什么咱们还会选择一个就是28酱这样的一个产品，或者这个老粮店的一些产品来进行在网上销售？就第一次来这店里的时候就感觉挺亲切的。有小时候的感觉，那种感觉啊。通过媒体的报道和顾客之间的口口相传，网红28酱成了当前店里最火热的产品。来店里购买28酱的顾客不仅仅是北京人，还有很多从外地来北京的游客。如今，就连店里打酱的大姐，现在都成了网红。您这是打酱，这打了多少年了？在这儿哟，快10年了。那您这不打酱的时候，手里也不停着。对，您看，这不是有一点吗？有一点我就给它擦一擦。擦一擦。之所以成为我们的网红大姐，打28酱，大家都喜欢您。对对。一个是喜欢这28酱的味道，还有一个就是您的热情。因为你在上岗之前都是有培训的。这是一。二一个呢，老国营品牌啊，老国营的人，这个情节和心理还是这样子。为什么越来越多呢？它就是因为一传十，十传百，那是非常好，东西也好，人也好，所以就都来了。您家里孩子会不会觉得说妈妈你歇歇吧，就咱别工作，反正你退休返聘，有没有这样的想法？他是这样，就是说什么事儿都是你高兴去干这件事儿，所以你的心情各方面都是特别的，就是舒畅吧，而且也感到挺自豪的，因为我现在还在为社会做贡献呢。就是又帮别人了，自己也开心了。而且啊，我觉得您嗓子会不会疼了一天回去？对了，也有点，回家有时候就不想说话了。不想说话了啊，因为面对每一位顾客。对，您要什么吗？28酱。您没有瓶子吧？没瓶子。老粮店生意如此红火，绝不仅仅只依靠这一款28酱，更是多年来坚实的口碑。如今老粮店销售的粮食种类达到了200多种，顾客每天络绎不绝。在顾客眼中，粮店不但杂粮卖得好，还有更加专业的销售服务，
这里的店员在做好服务的同时，还会教顾客怎么吃。放到眼里，地瓜有一定的温度，有一定的湿度。好的。得换勤换点。说那个，你各种这粮食怎么吃都知道，还略知一二吧，略知一二。哎呦，太谦虚了。那假如那阿姨说，我要那个八宝粥。啊，八宝粥，我给您配一下，这二十多种东西。八宝粥有二十多种东西，米就得七种。您帮我配这都有什么？好，您配点，您看看啊，您想要得有大米啊，大米肯定有了，对，大米啊，江米还有江米，对，江米得黏啊，对，给我熬出来得黏法，知道吗？嗯，三种了啊，燕麦米，这个是有膳食纤维，有谷维素，知道吧？它对肠道有好处。荞麦米，嘿，去三高的，这荞麦米是吧？完了是高粱、黏高粱，来点黏的，这米就完了，就该豆了。哦，就该各种豆了，豆也得六七种、七八种。红小豆，哎，绿豆知道吗？好，对，绿豆。完了，四粒红花生米，红奶花。啊，这叫什么？红奶花。嗯。啊。大家看啊，刚才刘刚啊就这么绕这么一圈，这大概放的现在是将近二十种了。没想到八宝粥里边有这么多这个米的配料。核桃仁。哎，核桃仁。嗯。它这个价钱合理。价钱合理是吧？嗯。再来点百合。你这样，你现在就给我称吧。行吧。您来多少？刘刚主要在谷类食物柜台前服务。每种商品所对应的编号和价格他都烂熟于心，要想胜任这份工作，业务必须娴熟，另外还得有耐心。这个不足十米的柜台每天卖出粮食接近1000斤，刘刚每天都要在柜台前往返上万步，帮顾客挑选搭配粮食，告诉他们营养功效以及如何食用。我这站13个小时吧。13个小时。对。有没有会觉得特别累的时候？开始1年半不习惯。哎，我也有时候腰疼。好在就是上一天歇一天。啊，还能休？对，如果要天天上，我实在不行，肯定定不下来。但我觉得你身体真壮实。啊，还行。啊，身体多壮实。吃的多。嘴壮。嘿，在粮店工作。亚麻籽油降血脂的。你看，随时进入状态。要想让老顾客满意，光吃老本可不行，必须得不断创新。老粮店的仓库里也总是在不断引进好吃又营养的新品种。抓住了，绳子抓住了，往下松。刚开始可能养1000条的，这两年可能就养了3000到4000条了。正好是5斤啊。对。哎呀，打酱这打了多少年了？这快10年了。我给您配一下这20多种东西。往下赶完了这个皮儿啊，就像一朵花儿。幸福是靠自己努力拼搏出来的。赶紧多卸下，快点哦！我们后面车还多哦，今天哦。马师傅是老粮店仓库的负责人，每一批进来的货物都要经过他们严格的检验后，才能摆上货架销售。我们主要是验它的质量，因为防止就是说有极个别的哪个繁殖的一批次的米不质量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一般都验每袋抽检每个。那怎么样一个抽检法呢？你看我们这个一般我们有专用的那个工具，在不同那个袋子里，比如说我们这个这一排米嘛，嗯，然后我们就是不在不同的袋子里面抽检出来那个看，你看着。我们是专用工具插进去，一般它袋子它是不会漏的，因为它能恢复原状这个碳的。你看，这是我们这一袋米哈，那我们再在别的袋子里再摊一袋，摊一袋出来。一般会抽检多少袋呢？一般我们一车是从中间到前面，一般都抽20多袋米。哦，你看它这个，你看它一排里边的米，它证明它这颜色是一致的。你看它，包括都是一个颜色。更难的验的东西就是小米，你看这我们那边有来这小米，它的小米就比这个就复杂的多了，不同产区的不同的粒型。行，那我们要不要再去看看小米，看小米是怎么验呢？行。这车马师傅说小米的确不好检验，因为它大小差不多，颜色也接近。检验小米不光要看色泽饱满度，口感好坏更是关键。
为了保证给老粮店供货的小米口感好，马师傅跟工人们又多了一道质检工序。刚才我们今天刚卸那个车上卸的小米，我们今天熬了两种，都拿了两种，我们熬了分这个不同的两个锅熬了两种的米，它两个米都一层的米，得有这么厚是吗？对，它这一层上面一层。哎，明显的能感觉到，对，这锅好像更粘稠一些，对是吧？这锅更比较稀一点。就这个小米，就是每次来一批米之后，我们都要这样来熬两锅粥来尝一下。对，我们都试一下口感嘛，每个一批米我们都要试一下，然后他去催，他去送到粮店。对，那跟杂粮打了20多年的交道，马师傅早就练成了一对火眼金睛，新米陈米，马师傅一看便知。您一边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您，从哪几个方面来看？一个从颜色上、外观上，我们可以分一下，就是陈米跟新米。这个你看，包括它的三款的颜色特别鲜亮。这款米你看一眼啊，它的第一它没有光泽度，你自己瞅瞅看，它是一点都没有光泽度，应该是这款肯定是陈米。就您通过看它不同的颜色，也能辨别出来它的产地。对，它的品种是吗？那您觉得这三款它分别是来自哪里的小米？你看这款啊，产自咱们东北的红谷小米，颜色稍微发深一点点，发红，颗粒稍微大一点。这款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金苗小米，是内蒙产的金苗。这内蒙的金苗它那个手感它就是软的，外观上是淡黄色的。它颗粒小。你看这款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山西那款。山西小米，对，主要山西小米，它因为它那个昼夜温差大，然后它所说米出来的颜色比较更深一点，然后它的颗粒相对来说又更大一点。马师傅说，刚开始跟五谷杂粮打交道，好多粮食他也都不认识。20多年过去了，他已经成了杂粮行家，这一身本领都是一点一点练出来的。因为你接触这行了嘛，你自己不认识，我们就琢磨，说也就是。到产地去看，一直去看看，让我们自己引进来的品种一点点去学，一点点认识它们。所有主产区嘛，我们都去过。刚开始我们做一人米的时候，就是因为一人米它主要产在贵州嘛，我们刚开始也是很坐那个绿皮火车。我们刚开始那时候还没有高铁哦，但是都坐绿皮火车上贵州去，都是绿皮火车到那里好几天。看到人们越来越注重健康和养生，越来越爱吃五谷杂粮。老粮店就推出了多种杂粮面混合在一起的窝头粉，既有营养，口感还很好，一下就成了明星产品。看似普通的窝头粉之所以能一炮而红，全凭店里的老师傅反复尝试才研究出来的。您这弄这摇这个粉多少年了？摇了20多年了。20多年了啊！您今年是多大年龄？这是65。65已经退休了，然后再回来。对，一直就没走。这就是摇粉的那个是吧？对啊，现在都是那个机器摇了。原来是？原来都是使那个一米的那个什么大盆啊，俩人倒换着。俩人哦，脚两人倒换着那么。啊，现在已经是电动的了是吧？啊，对。如今机器摇粉替代了人工，让张师傅轻松了不少，但张师傅当年手工摇粉时练就的绝活依然还在。这多少斤？那张师傅刚才这是我看这倒了一袋的50斤玉米面50斤啊。那其他面的配比是不是得拿秤称一称啊？对，是啊。那都有比例的。都有比例的。那您是每个都要称一下吗？还是怎么着？不称，我就是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啊。一搓就知道多少斤了，手头有准了。对，那您这一下子5斤。对，刚才您说要弄哪一个？黄豆面。行，您看啊，这就是黄豆面。咱验证一下张师傅手头的准啊，看看能不能有5斤。这一下说5斤，哎，我先称一下我的体重，然后我抱着它不就得了吗？现在显示73。好，那你看我刚才是73，大概是差一点点76，对，也就是3公斤。刨除去1斤搓子的重量，正好是5斤啊！对，嘿，您这手头的准太厉害了。从这儿可以感觉出来啊，张师傅20年的这个功夫，这手头的重量特别有准儿。对啊，保证的品质都是一致的。来，张师傅您继续。好。哎呦，夜幕降临，老粮店也到了闭店的时候了。结束了一天的营业，可这店里的工作
还没有结束。16、17、18、19，加上这小袋20，平均50斤一袋的话，那就1000斤了。1000斤，哎呀，拽不动，拽不动。哎呀，行，就这谢了哈。今天我们拍摄到记录下来了常店长和这个满师傅在晚上补货这个场景，因为他每天都是如此，每天都是这样工作量周而复始的。我们两位师傅，常店长和满师傅已经把这1000斤的货卸完了，这只是他们工作其中的一部分。那一天下来他们要承受多少货物的重量？那一天需要4到5车这样的一个。4到5车，一车1000斤，4到5车。您是哪年的常店长？我七的。71年的。啊，但是从您的外貌气色看，一点不像71年的。劳动人民，劳动显年轻。劳动显年轻，对，这句话说，劳动人民永远是年轻。从17年前不得不关张，到重新开业，再到如今变身网红打卡地，这家老粮店从绝境中重生，凭借的绝不是偶然或者幸运。这些年老粮店一直在创新，努力满足顾客的需求，不断追赶时代的变化。产品生产上一丝不苟，严把质量关，接待顾客时不仅技术精湛，而且热情亲切。老粮店的红火都是这些勤勤恳恳的店员们奋斗出来的，而奋斗中的他们也乐在其中，无比幸福。